轮得很。真轴轴，河南中，中国中。谢谢，多更新啊！你也是同行吗？同行，嘉宾的。我们是自己开的哦。没想到过，不会在这边见面，谢谢很开心，两位演员。你看，人很多。参加，看一下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创作过程。好吧，我进来了，我的天哪，你看。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新朋友、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我们精选了各获奖作品的这个艺术团队，然后让他们。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掌声欢迎获奖作品《通过中文，我找到了一个新世界》，来自北欧米迪的内心独白的主创，瑞典籍自媒体博主 Miriam Foley 来进行分享。让我们掌声欢迎米迪。说的特别好，四个帅哥。老公，我们的开幕式结束了，但是我在这边看到了有各种各样的作品，要不去看一下，万一还有我们的呢？可以走。你看这边有很多很大的博主啊，这个就是上 Gibson， 我上次就是这样见他在哈尔滨，那大神一家没见过，没见过。还有谁比较熟悉的？反正我经常看大郎，那他是一家。Jason， Jason 喜欢，对你国家看一下。Jason 觉得中国很安全，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觉得。这不是有红在这里？有红，你看到了？你看，他们好像拍电影一样。是的，是的。老公，你们找到我们的作品了？在那边，在前面看一下。优秀作品家叫做吗？带我看了，你怎么也去河南参加婚礼？老公，你看我们的作品，原来获得了秀作品家，谁会想到啊？我的妈妈那时候参加河南的婚礼，是我朋友的婚礼。确实哭了，太感动了。每次大家结婚都是个美好的事情，我也很希望我们也尽量可以早点举行中式的婚礼，再让妈妈哭一次吧，也会说不定也会再一次获得什么什么奖。所以好好举行婚礼，大家期待不期待我们的中式的婚礼？如果期待的话，也可以祝我的老公加油加油，我们慢慢的都会有，他都会有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作品。没事，是必须的。冷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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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谢谢，我特别喜欢你，谢谢多更新啊！你也是同行吗？我同行，嘉宾的部分。我们是自己开的录。这是我老婆谈的啊。他的老婆，对，是的，是的。方便我一起来拍张，长得漂亮。我特别喜欢他。满足了，今天真的是幸福吗？我好激动，你知道好多次的说，对啊，我直接拍给你，大家都喜欢。好。主那辆导演拍的那个作品都特别特别，推荐大家看一下他拍的在中国的一些纪录片，真的都特别特别的好。他还加了你的微信，老公，我可以再发个消息，行吧？老公，我们现在都很兴奋，很激动。我们现在要开始参加什么颁奖礼？是的啊，大爷，你可以大招呼一下。大家好，大家都很喜欢你。大家说你笑得很有传染力。是的，感染了。很幽默，很搞笑。是的，那我们就一起去吧。轮得很，带劲的很。我们在第一排，相约河南，共同发展。
我是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纪录片导演竹内亮。这次非常感谢外援局还有第三季眼看中国主办方邀请我这么荣幸的活动，非常感谢。我今天很有感慨，因为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了，我已经在中国待了十年了。我十年前第一次就搬到中国之后第一次拍的片子就在郑州拍的，而且是拍塔沟武校的纪录片。所以我刚才看了塔沟武校的表演的时候非常有感慨，哇，已经过了十年了，他们的表演那么依然的那么精彩。但是我的中文能力变了，就十年前我不会讲中文，但没想到十年后我在这个舞台上对大家面前说中文做演讲，这个变化真的万万没想到。当时他们教我一句河南话，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不会讲中文嘛。他们教我的种啊，种种种种啊，种可以正宗，不知道正不正宗。就是后来我对河南的郑州的印象一直在好，对吧？特别喜欢吃胡辣汤，而且就是日本人喜欢就是三国中国的历史，所以对郑州的印象一直很好。接下来呢，我们会不断的努力，再接再厉，也希望咱更多的外国朋友来自中国，注重中国。这是属于你们的时刻。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卡里纳的周夫妇。我们非常荣幸呢，这次来到郑州参加第三只眼看中国这么大的比赛，非常开心。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是嫁到中国了，这就是我在生活中是最大的幸福，最真诚的选择。因为我真的能在中国好好生活，跟着我的老公了解中国。我想感谢所有的支持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会继续了解中国，继续宣传中国的发展，让更多的外国的朋友们看到在中国过得多么好，多么幸福。最后我想告诉大家，郑州州，河南中，中国中。你的作品也很重，像你的老公说他真重。谢谢。最佳网络传播奖，最佳国际传播奖，最佳短片奖。哇，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第三只眼看中国国际短视频大赛下一代创作者提前登场。小的回家车，老婆，下次我们也带两个。你想说什么？哎，谢谢你。我们以九年参加了第一届，第一次的这个大赛。我们那时候带了珊珊，我们的老大，他一岁，也上台。今天带两个孩子上台，我感觉很感动。现在老大已经五岁了哈。五岁了，可爱。然后他两岁半，我的也是。干弟弟。巧克力，巧克力，好，生活就像巧克力，充满甜蜜。你说，我们现在就会继续在中国自驾游，我们要记录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感觉，坚持。谢谢，希望你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谢谢你们，也希望把这样拍摄故事的能力传递给下一代，传递给两个宝贝。谢谢。Yeah.
中，因为他是中国人。我是四川的，我是什么的？我山西的。我是山西的，你是四川的。四川的，山西是边界了。